舔了吗？舔了。你有没有帮你搬到衣帽间？啊，不用了，我衣帽间实在是太乱了。其实我平时不会买这么多衣服的。晶晶，我看你衣帽间的衣服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把那些不合适的衣服拿出来整理一下吧，好多标签都没拆呢。嗯，和雨晴一样给大家分一分，有的送给佩佩姐。啊，谁教你这么浮夸的演技的？挺好的。真心的？真心的。哎呀，水煮蛋，哎，豆浆。啊，我想吃点带味道的东西。有，油条，还有，你看啊，还有饭团。哎，算了，我体重超标了。啊，我也带了。嗯，好甜，会胖的。啊，下单的应该是无糖的。啊，这杯不甜，你拿的可能是套餐里的。刚喝的带点味道，现在喝这种没有味道的豆浆，心里有点苦。介意我喝掉一条吗？试试。舔了吗？舔了。今天回来有没有发现家里有什么不同？没有啊，我一回来就睡觉了。我把家里的杂物间改造了。明天早上带你去看。嗯，我要现在就去看。上次你说要休假两个月，我想你大概会陪我住在这里。可是我家晶晶那么爱漂亮，衣服和鞋子没地儿放怎么办呢？所以你就帮我改了衣帽间。嗯，控制面板在这儿。我就不该跟你乱开玩笑。谢谢你送我的礼物。这算什么礼物啊？这最多算主潮。